杨艮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主持艺术系，其专业的主持水平和机智的临场反应让他有机会参加多档综艺节目，主持经验丰富。这次在热播中的电视剧《追求》是杨艮首次接触表演，从主持到综艺再到电视剧，他的每一次大胆尝试都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杨艮。不论是舞台上还是表演中，他总是在默默的努力，敢于突破挑战自己。希望杨艮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